作家李笑来说：“以前的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，我们会基于过往的交往经验评判一个人。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生人社会，网络发达，查查他的朋友圈，就能知道这个人大概的生活习惯。在如今的时代，朋友圈不仅仅是社交工具，更是一个人的社交名片。你的衣食住行、喜怒哀乐，不用认识你，就能通过朋友圈知晓三分。不得不说。” 你有怎样的生活，朋友圈里就会呈现出怎样的倒影。你在朋友圈里的每一个小动作，都在实时,时出卖你。你记录的生活，藏着你的状态。朋友圈是你展示自己的窗口，也是他人了解你的途径。一个人可以美化一时三刻的状态，但无法装扮长年累月的人生。你记录下的生活点滴，都暴露着你最真实的模样。一位作家曾分享过一个故事。 他的朋友偶然获得了一本经典书籍，为了体现自己的业余喜好和文化底蕴，朋友特意将房间收拾出了一个温馨的角落，把书摊在桌上，配以暖色的灯光和半杯咖啡。本以为会收到许多赞，哪知两个小时过去了，点赞的人寥寥无几。朋友跟作家抱怨，自己辛辛苦苦打造的一条朋友圈，却没有引起轰动。 作家哭笑不得的说：“你的历史朋友圈中，不是在悠闲的喝着下午茶，就是在网红的打卡，要不就是晒斩获的好物。谁会相信你喜欢看书？正所谓一花一世界，一树一菩提。低调的人营造不出花里胡哨的朋友圈，好逸恶劳的人也打造不出兢兢业业的人设。你打下的每一个字，说的每一句话，甚至配的每一张图。” 都在向世人透露着你或知足，或虚荣，或焦虑，或淡然的生活状态。你分享的内容体现你的态度。有的人喜欢分享美食，从食材的挑选到烹饪的过程，到最后摆上桌的成品，无一不让人感叹，他的确是一个很会吃的人。有的人喜欢分享一天的日常，从着急忙慌的清晨，哦工作期间挨训，到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家。 虽然很琐碎，却足够真实。你不难看出，他是在很努力、很用心的生活。有的人不记录自己，只分享他人的言论。从职场到婚姻，到育儿，从生活哲理到日常干货，从文字到视频，他把自己认同的、想表达的，借助他人之口宣之于人，既免去了与人争执的尴尬，又筛选出了三观契合的人。 没有两个相似的朋友圈，就像这世上没有真正相似的两个人。有的人喜欢字斟句酌，有的人喜欢随性而发，有的人发朋友圈在意的是他人的评价，而有的人只为了表达自己，取悦自己。有的人不愿公开自己的生活，有的人大胆表达对外界的看法。不同的活法带来不同的朋友圈内容，这中间不分谁俗谁雅，谁大方谁扭捏。 你感兴趣的人，大可以多加关注；你反感的生活态度，亦可以干脆的屏蔽，不用去过多的评判他人。就像我们也不喜欢被他人评判一样。朋友圈的方寸之地，藏着一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，他圈着与这个世界的联系，也圈出了自己的人生态度。你留下的痕迹，反映你的修养。有位网友曾在社交平台吐槽，与同事们一起去爬山。 因为与其中一位同事发生了一点误会，尽管当时已经和好了，可当晚的朋友圈里，那位同事唯独没有给自己点赞。他不愿意多想，可看着自己被刻意忽视的动态，又忍不住多想。生活中有些人表面与你交好，私底下却说三道四，小动作不断；有些人虽与你只是点头之交，却会认真的翻看你的朋友圈，留下一个赞。一个人最真实的涵养。 往往体现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中，被忽视的痕迹里。有的人外出办事，因为不熟悉流程，走了一些弯路，耽搁了时间，他会发一条朋友圈，热心的提醒大家。有的人带着孩子出游，发现一处干净、舒适、消费合理的景点，他会发一条朋友圈，开心的分享给大家。还有一些人故意拍下别人窘迫的样子，发到朋友圈，还不忘揶揄两句。 大千世界，芸芸众生，通过朋友圈也能看见人情冷暖。无论是一句话，还是一张图，看似简单的内容，反映的却是一个人根植于内心的修养。朋友圈发什么内容，的确是每个人的自由，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暴露无遗。莫言说：“我们风尘仆仆的来到这个世界，朋友圈是你的地盘，做主的人当然是你。” 你可以天天发朋友圈，也可以从朋友圈中消失。你可以设置朋友圈三天可见，也可以设置谁也不见。你可以向点赞互动的朋友挥手，也可以对屏蔽你的人说一句慢走不送。朋友圈的出现是为了增添你生活的色彩，而不是成为你生活的负担。在朋友圈里，你可以尽情的做自己，也可以让它成为自己私密的小天地。看完今天的文章。 你是否想调整或继续自己的朋友圈？如果你也认同文章里的观点，不妨动一动手指，分享到你的朋友圈。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！一星期一本书，经授权发布。